我叫安定，一个属于自由职业者的失眠治疗师。在深圳这个时尚大都市，失眠似乎成了一种习惯。那么什么是失眠呢？简单的说就是睡不着，再简单的说还是睡不着。我爱幻想，可能就是我妈逼我找对象的时候才开始的，因为我至今还没有遇到一个让我一见就想尿尿的女神。我就是。我怎么知道你就是？我怎么知道你就是？你就怎么知道我就是？可我不知道你就是。你不知道我就是，你为什么说我就是？那你到底是不是？是，专治各种男女失眠杂症。我猜对了，原来你就是。对呀，是不是想睡一会儿啊？当然啊，这么好的天气。我失眠。年龄31、18、44。职业劳务整容人体艺术恋爱中离婚的找不着老婆父母离婚了。现在的社会问题太严重了，人人崇洋媚外，离婚成群，整容成风，不务正业。80后的时代，90后主宰；90后的时代，70后被整。搞艺术被艺术搞了，搞对象被对象搞了，搞电影的被真人秀给搞了，还有你。我。你父母被谁搞离婚的？我也不知道被谁搞的。安先生是吧？久仰久仰久仰。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请问贵姓啊？我们老板姓王，请。王小姐是吗？安先生。久仰久仰久仰，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请问贵姓啊？外面那位先生姓李。哦，李先生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治疗？现在开始吧。治疗的时候不用穿的这么少，也不用躺着的，哎，穿衣服起来吧。我知道你有一种特殊的按摩治疗方法，就是躺着做的嘛。而且呀，穿的越少越好。哎，要不然我全脱了吧？别，那个治疗方法不太适合你这个类型。那适合什么类型呢？我睡不着。我知道。你真是。你有心事。你真装。你感情出了问题。我要包养你。我不是那种人。OK。
一个月多少钱？这点不错，这么多帅哥美女。当然了，叫你好几次了，你也不来。哎呀，我还是不太习惯嘛。这种地方啊，常来就习惯了。没准啊，还能在这遇见你一见就想尿尿的女神，是不是啊？老实交代，霍霍了多少美女了？说什么呢？咱们俩哥们儿，你还不了解我啊？我私生活有那么不堪？阿飞，几点钟下班啊？这有朋友呢。嗯，一会儿去找你啊，乖，去吧。嗯，等你哦。那娘们是谁？没有啊，没看见哪有人啊。今天下班，我找你玩去啊。请一下。那个，我朋友在这儿呢，先玩去。请一下。I love you. I fuck you. 行了吧你，有那么好笑吗？牛，注意点安全，别搞出病来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嗯，你让我给你带的东西还要不要？当然要了，上次当了之后没赎回来，后悔死我了。喜欢什么不好，偏偏喜欢猪。你说我在法国那么高大上的地方，人家都是卖什么香水的、名包的，你让我满大街给你找头猪？快拿来吧，等着，后面给你拿去。喂，那个女孩呢？刚才那个女孩去了，找你半天了。喂，卡座里边的那个女孩，黄头发那个。哪个？就是头发黄黄那个。你去撒尿了？啊？不是吧你？你的女神，你的猪。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？年轻人。其实你的症状不算什么，需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。男人嘛，遇到问题就勇敢接受，勇于面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问题解决了，自然就放下了，放下了自然就能睡得安稳。千万不要借助药物来让自己睡眠，谨记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嗯，不客气，下一位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来看失眠。失眠啊，失眠好啊。等我一下，上个洗手间。把你的头转过来啦，快转过来啊。你也喜欢猪啊？对呀对呀，我喜欢它，它很可爱啊。对呀，很可爱呀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萌萌。萌萌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早就是朋友了，怎么称呼啊？苗条。我知道你长得很苗条，我是说你的名字。
我就叫苗条。小淘气，哪有人叫苗条的呀？三字经里边有姓苗的吗？没有啊，百家姓里有。啊，我说呢，鹿鼎记里边有没有听说过姓苗的呀？有啦，雪山飞狐里有苗人凤。苗人凤，苗人凤你也知道？哇哦，学识好渊博呀，开始有一点崇拜你了。别崇拜姐，姐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。你能先帮我治疗失眠吗？爱是最好的汤药，让我们开始恋爱吧。请问有套餐提供吗？现在全世界都在禁烟，请自重。我很支持你们这种全民健康的举措。请问你有老鼠药吗？有啊，你要几瓶？我怀孕了。不对，是你怀孕了。你孩子以后千万不要离开我，要不然你就成了一个单亲母亲，孩子就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，这样对孩子发育很不好。如果再来一个后爸，后爸就会对孩子更不好。咦，后爸？后爸也是爸，叫爸爸。我叫你爸爸，你怎么不叫我爸爸呀？你，我是苗条的后爸。哎，嘿嘿嘿嘿嘿。爸比，叫你一声爸爸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爸爸，很高兴的融入您的家庭。我的女神，我爱你。Who are you? 我也爱你。大妈，你别误会啊。三哥，我叫什么了？我终于听见。我爱你三个字。你害怕？我只是等这三个字，等得太久。大妈，您高寿啊？你看不出来？是我女婿吧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。真是吧？啊，睡的时候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。我说嘛，你起码也有六十了吧？有那么年轻吗？哦，我八十了。保养的这么好，用的什么面膜呀？用的是牛蒡藤面膜，补水保湿，效果超赞，一片顶十片。这么好的面膜哪里可以买得到？现在你们用过？哇哦！一天20块，想买就排队。我要，我要！哇！哇！哇！刚才真的好危险啊！哎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是失眠的吗？哎，顺便买买面膜吧，啊。每个失眠的人内心都有一段睡不着的故事，说来听听。不去爱一个人嘛，一定要义无反顾地为他付出一切。我爱一个男人爱了一辈子，却没有换了一句我爱你。那你现在还是单身？佩服。习惯了。你刚刚说那个我爱你那个女的，你还爱她？我当然，我特别爱她，我超级爱她。那爱要行动的嘛。那我，哎呀，大妈机器人，来，你。我们有我们的规章制度。什么狗屁规章制度？资格是我男朋友，又不是你男朋友，赶紧给我处理保险的事儿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请你理解一下，先生。我不理解，请叫我女士。
女士，保险赔偿的事情真的需要时间去核实，何必相互为难呢？大家都是女人呢。好，看在你说话还不难听的份上，我还会来的。嗯。倒上，你还喝？小陈啊，我谢谢你了，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。屁话，我们俩是闺蜜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是一个男人，我就把你娶了。OK， 娶吧。不，你想得美。虽然说你把我睡了不止一次。但我还是很渴望有个男的能把我睡了的。重色轻友，这叫重男轻女哎。两位美女，两个人玩多没意思啊！我爷爷的爷爷都说了，这个男女搭配啊，他干活不累哎。你们谁呀？滚开！我们啊，我们当然是男人呐。你们是男人吗？啊，好，来喝，给啊，给你们。今天姐姐们开心，我们免费请你们喝，都给我喝了，来，喜欢喝都喝了。妈的，给脸了是吧？喜欢喝酒，行，今天哥哥免费服务，你们把这个桌上的酒全部喝光。喝光以后啊，咱哥俩带你们找个地方好好的玩玩。玩你妹！哎，你就是我妹呀！你干什么你？调皮，平时怎么教你的？有你这么请女士喝酒的吗？你要学会温柔。我干啥？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上。操！操什么操？闻腻了是吧？大哥，明白。看什么看啊？不就是英雄救美吗？难道还得以身相许啊？不是，二位没事吧？我去尿尿。你有什么尿尿完人都没了，怎么不长记性憋着？看什么看？坐那儿。不是，怎么了？刚走了两个无赖，又来俩色鬼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你闭嘴。你，啊，我认识你，你不就是那个什么狗屁失眠治疗师吗？我，你什么治疗师？我看你就是一个骗财骗色的伪君子。你，我不是，你是不是一见美女就想尿尿？我没，你给我闭嘴。我看他们是一伙的。我不是，我，嘿，那个见色忘义的家伙，咱们俩怎么是一伙的？还不是，是来，你过来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哎，什么情况啊你？那个女孩就是我一见到就想尿尿那个女神。不是吧？这么巧，我一喜欢上我旁边那个了。大哥，我在说我呢，你又泡妞，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我很正经的，好吧？这次不一样，我真有感觉。你妹呀！我没哪有大好看的。哥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说人家？告诉你啊，千万别拦着我。走，哎，喂。刚才咱聊到哪了？对，我们俩确实是有哥们儿，是吧？我看你们两个应该是闺蜜吧。我们两个之间要是用90后的话来说，那叫什么来着？男闺蜜。男闺蜜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好吧。OK, 好了，滚吧。好，回来。女神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二位女神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喂。
你到底会不会治疗失眠啊？当然会啊。哇，好酷啊！马上就好。Ladies and ladies， 滚吧，来了。我们走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啊。走啊走啊。哎，来，麻去麻去。干嘛？特调的鸡尾酒给二位。这宝贝，我跟你说，这东西啊，你在别地儿喝不着的。哦，我不行了，头晕。就这一杯，行吧？你看咱认识一场，不喝怎么行啊？最后一杯，宝宝。我不行了。哥，来啊。哦，干了干了啊！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走吧。喂，醉了？喝这么多不醉可还行？刚才喝那么多都没醉，怎么喝一杯就醉了？你是不是吃坏了？想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看这种情况，赶紧送回家。不，大哥。要不这样，那个咱们把他们送到一个地儿，送到一个家里面行吗？送一个家里啊？啊，你有病吧你？喝多了，各回各家。怎么了？我回家了。飞哥，我喂，啊，小心慢点，啊，脚，小心，哇，灯在哪里？哦，在这儿。慢点，哎，小心。我没事。喂，啊，到了。我没事。你那个，彩彩，来，
你在干嘛？乔贝拉！哎，我给你做了很多东西，有鸡蛋，还有培根，还有牛奶，还有面包片，我们待会一起吃好不好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昨天晚上就在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早餐啊。我昨天穿的衣服呢？在那边应该都快干了吧。你给我脱的衣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过是我洗的。我的天哪！喂，你别误会啊，昨晚你喝醉了，我开车送你回来的，但是衣服是你自己脱的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不会。但是我洗衣服的时候有戴手套的，我。你怎么戴我项链？这是我的，你的在那儿。滚出去！啊！滚出去！啊！我还没吃早饭呢，滚出去！我做的培根很好吃的。走走走！我喜欢你。我消费，自行车也交费？自行车是不是车呀？好，是。大哥，你抢劫吧，二十。哦，我你冷静点啊，我给就是，我给。我说你削水果就削水果嘛，动作分离这么仔细，那干嘛呢？是不是？二十。那你告诉我，刚才进去那个女孩她在哪儿上班？二十。这也二十。好，我给你五十，不用找了，赶紧告诉我她在哪儿上班。保险公司。保险公司在哪儿？二十。我很欣赏你，我也很欣赏你。我是说二十楼。你有病啊！都这种情况了，你都没拿下，你才有病呢！谁像你一样啊？是个女的你就上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这次真的是认真的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我能感觉到。他已经爱上我，谁跟你似的呀？怂包一个，衣服都给人脱了，还来个什么长线追击？大哥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哎，停！我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你至于说这么多吗？此刻我心已决，拜拜。嘣嘣嘣 ，Come on baby， come on， 来，准备好，早就全攻，来，左脚右手啊，腰腹核心用力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走。喂，阿飞不支持我，你也不支持我吗？啊，顶我，顶我就喊出来。还是你最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你主人在哪呢？哈喽，欢迎，
你就是那个兽医是吧？啊？我久仰久仰，你们什么兽？嘿，老大，他这是在骂咱们呢。有吗？你在骂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说的是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别废话，你能治失眠的吗？啊，当然了，当然没问题。马上帮哥治好这个睡不着的毛病，这片哥罩着你。哥您真是费心了啊。那您心里有啥事儿啊？没什么啥事儿的。那我有事儿。哥，您不是说您要罩着我吗？现在可以罩了。说什么事？不瞒哥您说呀，最近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奋不顾身的去追嘛。大哥，对了，这不跟你一样吗？啊。哥也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哎，对呀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莫管理了，不要找这些啊，说治病吧啊，怎么治？感情这种事情啊，很难搞，真是头大。其实我最近已经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了。那我们真的是同病上年呐，那怎么办？奋不顾身的追呀！哎呦，我就是追追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可以坐下吗？随便，谢谢。啊，现在教教我怎么跑业务吧。哼，你根本就干不了，还是快走吧。我觉得我没问题啊，人生嘛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是不是啊？不行的话，我也可以锻炼一下我自己，至少可以离你近一点啊。我警告你，最好离我远一点，行吗？我不喜欢你。不喜欢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啊？啊！你无赖！好好，我无赖，我无赖啊！可是呢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你，你是我第一个、唯一一个从第一眼看见就想尿尿的女生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我从一出生就一直在等你的出现，等到现在，一直等到现在。我出现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会出去的。你，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。闭嘴！你要是敢把那天晚上的事说出去，那最好先买份意外保险。啊！我给啊！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？你才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！狗急了还会跳墙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好，那你是我的领导，我是你的业务员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啊，遵命领导。我没有权利不让你到这个公司来上班，但是我有权利不搭理你。我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我真的连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。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真心喜欢我的人很多，你算老几？我算老大。出去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。你真是无赖！喂，现在答应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不可以。好吧。啊？你答应了？有吗？要我答应你？除非你在一个月之内能坐到我的位置。苗姐，李总找你。知道了。好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工作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哦，以后别再带个猪在我面前晃悠。再见。不见。
李总，来坐，谢谢。哎，新来的那个叫安定的，那小子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挺机灵的，你要多带带他。知道了。我怎么看你一脸不情愿啊？没问题了。哦，好，没问题就好。新人嘛，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得好。最近的这些周边的业务，适当的让这些新人去锻炼锻炼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好，说正事儿啊。嗯，关于大事故这件事儿，相关的赔偿要抓紧时间核实，别让那些家属因为赔偿的事儿再受委屈。有家属已经来过了，我们正在核实。好。最近辛苦你了，多注意身体。没事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嗯，好的。嗯，李总。你在干什么？起来！你不是让我一个月坐到你的位置吗？我都坐了快一刻钟了。起来！那你答应我了吗？我说的是职位，而不是让你坐在我的凳子上。哦，那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你的职位是 ？Manager。看来我的理解是正确的。如果你做不到经理这个位置上，就不要再来烦我。谁说我做不到？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！燕威帝，来加个微信先。不加我呀？扫一我？不不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啊？漂亮。照片上的不是你男朋友吧 ？Sorry， 哎，你的那个猪是？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吗？这是寺庙哎！你跑错地方了。你笑了哎？啊，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笑哎，表现不错哦，好的习惯要保持哦，有知识苗青。谁笑了？严肃点。嗯，一杯白来。拜拜先，给哥说句话吧。我都喜欢你那么长时间了，但你不能不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吧？再说，我所有认识的朋友都全介绍给你买保险啊。问业务的事情可以吗？好。太美妙了，不说这一说就赢，好纸值千金。哥以后罩着你当哥的女朋友怎么样啊？对不起南哥，我有男朋友。四主有礼。四主有礼啊，和尚有礼，大师有礼。佛道有缘人，来，
这个功德。哦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可以吗？随意。我也觉得有点少。阿弥陀佛。积攒功德的事情，不如待会儿再说。大师，来聊聊业务。你们干嘛的？大哥在里面谈事情，我得进去送重要文件。你没听懂吗？大哥在里面谈事情呢。你们黑社会？不是黑社会就不用怕，我打算看看他比我多强。嗯，有孙万孙。哎呦，奥利多佛，奥利多佛。大师不要急躁，容我慢慢道来啊。寺院是个好地方，是个神圣的地方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寺院圣地不得胡。来，三人肖像不容侵犯。我是一个乐观的人，我要表达我自己的观点。你想说什么东西你就说嘛。阿里道夫，你乱七八糟的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哎呀，我呢，其实我是一个保险业务员，而且是一个第一天跑保险的保险业务员。我叫安迪，我本质上是一个失眠治疗师。那我为什么会跑保险业务呢？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我的女神，她就像在云端一样，飘在那里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就有想尿尿的感觉。你懂尿尿的感觉吗？显然你不懂。她是搞保险的。但是他摊上事儿了，而且是大事儿，具体是什么我又不知道。于是他就失眠，失眠就找我治疗失眠。于是呢，我就奋不顾身地追他，但是他不同意，为难我，破灭我追他的希望。于是，大师，喂，你们听我讲，我快开门啊！你好，我是保险公司的，请问需要保险吗？是啊，保险。哎，先生，先生。哎，还记得会治失眠的那个男的吗？他竟然跑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了，这么奋不顾身啊！那看来是动真格的了。我觉得这种人值得考虑一下。嗯，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情况很特殊吗？大姐，你不去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能不能接受吗？不要，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。挺好的？你挺好的，你还天天失眠呢。该面对的时候咱们就得面对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间接的拒绝他了。那你是怎么拒绝他的？我让他一个月之内坐到我的位置上。一个月？嗯，一个月之内你让他完成2000份订单，还要坐上经理的位置，你是在逗他吗？对呀，我就是在逗他。拜拜。最毒妇人心。哈，你说什么？给我回来。请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会尽快解决。抓紧时间办，抓紧时间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，女士。啊？貌似你来早了，
明天才能把手续办好 ，OK？ 不行，等不及了，抓紧时间处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别的家属都没有来，为什么你都来了两次了？你到底在急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。我知道。嗯？哎。哎哎哎！我不知道。回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 David 呀、啊。当然认识。David 吗？啊，你个变态色魔，逼得我跳海！我只是一个失眠治疗师，我又不是鸭子。啊，不对，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保险业务员，而且超级的。你怎么咄咄逼一个女人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你妈没教过你做人厚道吗？你搞毛线搞啊！还没有说你就走，你根本不尊重人家的发言嘛！啊，怎么着急？是不是心里边很心虚啊？啊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哥们儿，不对，姐儿。你今天就算能完成保单的处理，你也一分钱也拿不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确实买了意外险，但你不是低继承人，你也不是最后继承人，想蒙我们 ？No way, we are so professional. Don't fuck with me. 哎，有一根鼻毛。眼前人了，安迪。嗯，来我办公室。别以为你刚才立功了，我呢不可能表扬你。没关系，遵命领导。嘴这么好使，签了多少单啊？一共是一单也没有。你还是走吧，这个位置没有人一个月内可以做到，我只是在变相的拒绝你。OK， 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治好你的失眠。你到底会不会治失眠？我治过很多失眠的，但是你不给我机会了解你，那么我就……打住，别趁火打劫，我不需要治疗，请回吧。失眠是心病，心病就需要心来医啊！你只要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抱着把你打成左脉、右脉、七筋八脉什么。停停停停，你还是去跑业务吧，免得你不死心啊。OK， 遵命领导。对，上次跑错的地方找到了吗？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，但是他们人不在，但是我会再去的啊！反正你答应过我。其实现在的情况看来的话，我还是很有机会一个月之内完成2000份保单，相信我，这个程度。拜拜。离太近没焦点。咦，南哥，你啊，这么巧啊，来干嘛呀？托南哥的福在这儿上班啊。哦，南哥你也在这儿上班？不会吧？哥是什么人啊？还要上班？啊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我来找他，他，嗯，啊，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，南哥？哎，南哥，你喜欢的人追上了吗？哎，这还说呢，每天来追一次，我领导是啊。Oh no， 他太迷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追了他大半年都追不上，还是跑不过他。哎呀，你呢？我也在追，但是还有那么一点距离，距离才好啊，距离产生美啊，你知道吗？幸福啊！你看我每天来追你领导一次，多么幸福，多么有距离感，对吧？追到就更幸福啊！哥，你追不上了吧？说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谁说的？他挺好的。他有什么不好？你说。快点说呀！干嘛呀？快点说！快点！吃饭打嗝、放屁、睡觉磨牙、打呼噜、上厕所不关门、不冲马桶、一个月不洗澡、不刷牙、不扶老太太过马路、抢小孩的棒棒糖，而且他只抢棒不抢糖，还有，他不爱护小动物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还不够吗？他比
比我强多了。刚刚啊，我上楼梯才踩死了一只蚂蚁而已。你们两个聊够了没有啊？够了，够了。Get out！ 哦 ，Get out！ 哎呀，不用生气啦，小事儿。南哥，我告诉过你了，我真的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知道是谁呀？南哥，不是让我们一起出去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哎呀，他，他，嗯，靠！你说好，来，给我站住！干嘛？啊？你是敢跟我藏一个女啊？我没有啊，南哥，没有啊。刚刚说你是他男朋友，我跟，真的？你怀疑我的听力吗？多谢南哥，等我。他有病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你亲口说的，我是你男朋友。有病啊！我骗他的好吗？反正呢，你用我来骗他，就证明你对我有意思啊，小坏蛋！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我不管，反正说明你对我有意思。保持亲。Yes。哎，多谢。我已经谢过了。如果你现在放弃追求你的领导的话，我真的是后果不会那么严重。南哥，你现在是强人所难啊！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基晕君，君子，你懂吗？就是不强人所难那种，你懂吗？显然你不懂啊，那就别好追了，拜拜。丁哥。不要跟我争了好吗，南哥？我叫你一声南哥，不是我和你争啊，是苗头叔你自己显的呀。没了，你再这样，我只能用武力解决。动武是吧？好啊，那打一场，保证打得你们睡不着。好，我就看我三个人打不打得赢呢。别吵了，曲艺边打。金牌，胡，庄家门清清一色，一条龙捉五回。这个牌给3块2，你们打多大的？一毛的。条胡，二条胡，胡胡啊啊胡啊！朱总你好，我是跑保险的，我叫安定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指教。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
朱总，你白天等到现在？对啊。没离开过？没有。进来吧。谢谢朱总，谢谢。喝咖啡吧。不，晚上不喝咖啡。喝了睡不着。喝点小酒好。好。那你可以喝一点。Whisky, 红酒。红酒吧。最近休息不太好啊。哼。失眠。我失眠你都看得出？事业不太顺利，加上晚上喝咖啡，失眠是理所当然的。看来你了解我的会更多。一个职业保险经理人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一定是做足功课的，并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任。你的问题其实没什么关系，给我多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解决，相信我。11:20，10分钟足够。哎，朱总，咱们可不可以来一点轻音乐？来，朱总，放松，来，躺好，对，就这样，好的，享受这一刻，深呼吸。放松一点。好舒服。其实呢，我本来是个失眠治疗师，按摩呢只是治疗失眠的一种方式而已。那保险呢？保险也有一些渊源吧，但是今天没时间说，咱们改天找时间再说啊。哎呀，舒坦呀！朱总，要不咱们趴下？更舒服了。怎么了？来吧，趴下吧，爽死你！待会儿这个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放松了，放松，来来来，朱总，躺下，躺下，趴下吧，放松啊，放松一点吧，来来来，你继续，放松点，放松点。吓死我了！像你们平时啊，工作压力大，有没有想过就是搞点什么运动来解解压，放松放松啊？以前就有啊。现在哪有时间啊？那以前是做什么运动呢？也是过瑜伽了一点点。瑜伽？我也练瑜伽哎。是吗？啊，可能你就是个瑜伽教练的吧？教练不敢当了。瞎练瞎练。那有机会去找去找吧。那没问题啊，咱们一起练瑜伽，然后练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放松按摩啊，特别舒服。哎，对，朱总，
我那个保险业务，你看什么时候？朱总。哎呦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怎么，连现在业务搞定了？甭提了，一单也没有。你呀，就是自找麻烦，那压根就是个不靠谱的条件，自己添什么堵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时间嘛，搞不好我运气好呢。嗯，你就做梦吧，梦里碰运气吧。你说你这么多天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你看看我那个啊，对我啊，爱的是死心塌地，天天死缠烂打，在床上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能不能不要每天全部是床上床下的？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不能，没你那么高雅。哎，往那边看，看你俩姐妹儿，又哭又吐的，指不定又是唱哪出呢。哎，这是个机会啊，就看你下不下手了。咱们能不能用点正当手段？没这个习惯。哎，哥们儿，祝你好运。别喝了，给我。行。领导，喝多了。安定，来陪我喝酒。不要再喝了，来，我送你回家。来，我不想回家，你陪我喝酒。真的不能再喝了，来来来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讨厌你，放开。你要是不再喝了呀，喜欢我也行啊。我不需要人喜欢，我不需要人喜欢。你听见没？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喝多。不打扰了。我没喝多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哎，猪脑子，女人说的话是反的。哎，你怎么睡沙发啊？醒了。哎呀，我不睡这儿睡哪儿啊？你昨天醉得跟死猪一样，横着躺在床上了。哇，咱们昨晚怎么回来的？怎么回来的不重要，关键是你知道回来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你不记得了？那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想想。看来您昨天真的是喝多了，您昨天啪一大嘴巴子直接打在了安定的脸上。真的吗？我打人了吗？您打人了吗？哎呦，您昨天没杀人就不错了。天哪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啊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后悔了？哼，我才不呢，他活该。
谁让他那么烦人？反正他又不是我什么人，他是你的保险业务员，你是他领导啊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不错。你看，他有幽默感吧，长得也还凑合，而且他对你好呀。Stop！ 怎么还打人呢？你觉得那叫幽默感啊？他那叫贫嘴。还有，你觉得他对我怎么好了？你得了吧，我可听阿飞说了啊，他为了你那些毫无道理的条件，跑业务都快跑吐血了。哼，这就叫对我好啊？哪个业务员不是这么熬过来的？哎，你们这些职业经理人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啊。苗大小姐，我现在非常严重的告诉你，有些事情咱该过去的就得过去了，遇到了合适的你就得去尝试，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呢？你合适那你就试试看啊。哎，你别激我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试就试，我就跟阿飞结婚给你看。哼，你快算了吧，你们两个要是真能结婚，我就自愿给你当伴娘，好不好，小三女？不是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不管我跟谁结婚，那你不都得给我当伴娘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？Yes。谢小晨，你们俩能不这么勤吗，亲？现在就流行一句话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我想说，失眠的人那么多，我想去治治。感谢遇到你，虽然我尝试了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，可惜不能陪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等将来，也许你就是我那些年错过的女孩，安定。这些天冷落你了，从现在起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。内心情感非常丰富，经脉四肢融通有力，长得也不错，可以考虑当演员。我不是来面试演员的。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可以成为一个演员。
真的呀？真的，有可能还会红。像范冰冰那么红吗？嗯 ，no， 金喜善那样的。国际范儿啊！天哪！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金喜善。不是长得像，是长得像。管他呢，反正像就行了。喂，安定失眠诊疗室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金喜善，朱总。朱，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那个已经不做保险了。当然可以啊，你那个地方可好了，多去几次心情都会不同，站得高看得远嘛。不信你试试。好，那好。晚上见。哎，你说我真的能成为金喜善吗？很有潜力。嗯，不过呢，得看你有没有男朋友。这和我有没有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，因为我没有女朋友。我有男朋友，哼。拜拜，喜善。还好，今天约你到我家里，要不然我真的忘了自己家里会有那么好的美景。美景不是用眼睛看出去，而是用眼睛看进来。只有当你凝神静气，万缘放下的时候，你才能欣赏到如此美妙的美景。这就是瑜伽。真细心。其实也不是细心啊，就是通过瑜伽对一些生活的感悟吧。那保险呢？保险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喂，没关系。喂，说来听听啊。不说了。说吧。哎呀，都是一些情情爱爱的事情，有什么好讲的。哎，行，那我就讲给你听听吧。啊，那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呢，是在酒吧里面。好漂亮啊，一头长头发，眼神特别纯真。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女神，于是我就开始了奋不顾身的追她。她拒绝我，追她，拒绝我，追她。可能缘分还没有到吧。但是呢，后来她失眠了，她失眠了就来找我治疗失眠。于是我又开始了奋不顾身的追他，我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我追呀、啊、追追追追追追追，他最后又拒绝了我。但是我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发现他是保险公司的职业经理人，于是我就去他们公司做了保险的业务员，于是就有了后来我在你们家楼下来给你推销保险，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在这儿练瑜伽，于是才有了我们俩现在在这儿喝红酒。哼，你的样子肯定追不到。我的样子很像没追到吗？嗯，我也年轻过。你要知道，每一个人被要求了解的时间是不一样，或者你就差了一点一点一点点时间吧。哎，那您的问题好像也没有解决啊。是吗？你看得出我有问题吗？也有一点点啊，我觉得就是也是那么差，一点一点一点点问题了。那你一点。那么在瑜伽里面呢，放松它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，而放下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。您5000人的团队现在只剩下不到3000人，工人的严重流失应该是你的心病吧。你分析得很对，但我认为病根还不在于他们为什么走，
而是他们凭什么留。安全？错，是安定。你？不是，也可以说是安心。真讨厌。安定安定安定。喂，哥们儿，大半夜的几点了，睡觉呢，什么事啊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咱们出来聊会儿吧。大半夜的，你聊你别呀，挂了挂了，睡觉了。啊，喂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声音的，改天打给你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和小陈22号结婚了，你得过来当我伴郎啊。行了，挂了。喂，你说我辞职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哎，我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是不是显得特别没有面子啊？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，man。哎，要不然你替我做个决定？嗯，大哥，我早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就看着人家的眼睛，好吧？你这样才尊重人家嘛，是不是？啊？问你呢，要不要替我做个决定？嗯，要的话你就来声猪叫好不好？哎，这才像只猪嘛，萌萌哒。嗯，对不起，李总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啊？你看你们这个部门这个月的业绩，我早就说了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可以放你假，让你休息，这可好？业绩上不去不说，还那么多人辞职了。我知道。我知道最近状态不好，我会调整回来的。好，你想调整是吧？好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明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如果不把其他的单子补齐的话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要不然降级，要不然别干了。李总，先别急着下结论，还有一天。一天，我相信我领导。他不是辞职了吗？领导还没有批准啊，还没批准。好，我现在批准好不好？不太好，因为领导有难，我是不会扔下他不管的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出去。再见，李总。李总，消气儿吧。滚出去！走了。平衡。刚才没有给你添乱吧？你可别以为你替我解了围，我就应该感谢你。我不用你感谢我。我在想，领导，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，我不辞职啊？站住！到办公室聊。林总，安定，真是对不起啊！那天在酒吧我失态了。酒吧？什么酒吧？啊，不记得了。干嘛？不知道什么事儿。你别装了，我向你道歉，但是并不表示我接受你。我们之间不合适，失眠的人有那么多，你应该去为他们服务，他们比我更需要你。
如果我连我自己喜欢的女人的失眠都治不好，我有什么资格给别人治呢？就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比较特殊，现在我也不想治了。如果我能治好，你说话算数吗？我说什么了？坐到你的位置，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。安定，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？现在算不算数已经不重要了，你的期限只剩一天了，你是完不成的。能不能完成是我的事情，算不算数你给个话。算数。好 ，OK。明天见。你去哪儿？朱总，朱总，朱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找谁？我找朱总。你找的是钱主任吧？这是我们杨总刚刚买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。你大爷！你大爷！嗯、啊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我自己。大爷！我平时不要这样，这不带色的。喂，我去，朱总，什么情况？你破产了？我现在在你家门口呢，这儿不信朱姓杨了呀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员工需要的是安定、安心，不然只是我住好、穿好。他们就进无定所，所以我冒了豪宅，建一个员工宿舍，给他们过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嗯，那还有没有？还有，我还打算建一个希望小学，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。就这些吗？不够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对了，嗯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，就是想看您把这个安心和安定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。现在看来您解决的还不错，那朱总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感谢点拨。再见。为什么只接学校、公寓？说好的保险呢？那我现在救不了他，我怎么办？嗯。对了，如果我多盖个娱乐场地给他们，他们会更幸福了，好？嗯，会特别幸福，非常非常的幸福。那朱总，没什么事，我真的走了。拜拜。嗯，哎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知道你一定会叫我回来，我就回来了。安定。嗯。我喜欢你。啊？我真的喜欢你。什么？我需要你。我真的需要你。喂，我公司真的很需要你，来我公司一起创一番大事业。怎么看？嗯？
2860分保单，全在这儿。安迪啊，你今天就能坐到经理的位置。我不需要。嗯？我有经理。来。等一下。你放手。我做到了。做我女朋友。夜深了睡不着，在这孤单城市，寂寞的房间和寂寞的心情，一步一步走来，一点一滴累积，失眠的我真的想告白。起来吧，我真的不能答应你。天亮了疲倦了，在这孤单城市，寂寞的房间和寂寞的场景，你得学会去接受，去面对。你之前的事情，尹小晨已经全部告诉我，不说比他说的。你相恋八年的男朋友为了救你，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自己。很抱歉，这段时间一直在你伤口上撒盐。其实你答不答应我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真正的了解你，我想治好你的失眠。但你确实是我一见就想尿尿的女神。也许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怀念吧。尊重你，对不起。你这嫂子，搞得动静挺大的。怎么？不服啊？不服？再打一次，打就打，谁怕谁？为他而战，死而无憾。Ah!
我愿意。夜深了睡不着，在这孤单城市，寂寞的房间和寂寞的心情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可不可以要求再来一次？寂寞的房间和寂寞的场景，一次一次回忆，一点一点靠近，出现了你心动的证明。我确定你是我寻找的那个吻，爱情如此奇妙，不经意来到。我确定你是我寻找的那种心跳，我会一直向往的美那个珠项链和我那个珠项链上都有一个定字啊。因为是我送给你的。正经点好不好？那是我前男友送我的。因为是我让他替我送给你的。不理你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是这样的，大概在5年前，我去当铺当了同样一条珠项链，当我再去赎回来的时候，已经过期被人买走了。我想买走那个人应该就是他。真的？不会吧，我好像听他说过是从典当行买的。哎，你为什么喜欢猪啊？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猪呢？踏实。喂，我属猪啊，我很踏实啊。爱情如此奇妙，不经意来到。我决定你是我寻找的那种心跳，我会一直向往的美好，我会一直向往的美好。